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老三，现在准备出去放牛了。因为这段时间一直有那个干涉尾喂牛，所以现在都挺有好久没有放牛。今天打算去放一天牛，骑着小毛驴放牛去，一路上痛无数。因为我们这里的山又高又大，我们农村这里是四面环山，这种地方很适合养老。到达牛棚这里了，这里面关了两头母牛和一个小牛。这头母牛刚生了这个牛犊，生了有20天左右。还有这边这头的话，应该也在这两天是就会生牛犊了。现在把它跟牛群隔离开。这边也关了10多头牛在这边，现在去把它们放出来，放到山里面去放。